一天我去赛事啊，啊姐你姐你爱嘛吼，啊姐你食啦，你我是安尼搞到安尼啊，随便食啦，你啊我啦你摕出来嘛吼，啊我讲好食，啊我今日落啊赛事，啊姐你就哇你看诶，我人讲好食，你别人其他食诶啦。对我真的没问过，真正有够好诶。我生完第一胎，他就$10,000，生完第二胎就$20,000。哇，一个千块就生完了。今天这么贵，我一个母亲包啦。你这么老水吼，够我买母亲包。哎呦，你家的先生啊，哎呦，啊，最纯的，最纯的。哦，哎，这个查某讲看到，安尼啊，因囝无顾着，紧来抢一卡。儿童园夏令营又来了，好可爱哦！你看 ，Hello， 今天是阿豆阿囝，你敢知？啊，都是阿豆阿囝哦。我真欢喜啊！哇，那讲到查某人吼，真辛苦吼。诶，刚才是人讲，较早那代子人才有讲到查甫咧娶囝，一般查某娶囝天经地义啦。啊，一世人就嫁翁生一个囝，啊，就是你的传统，你的命运就是安尼。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快乐，尤其等做阿嬷嘛，又怪阿嬷搁要娶孙，所以我拢笑一寡好朋友，恁这戆妈娶到欢喜噶，你叫伊卖娶搁无欢喜嘞。来，一个一个介绍一个女人呐，即摆你讲真。真命好还是真命苦？当生一个啊，足高追的哈。现在介绍的一个，哎呀，看到因查某囝，我当这个是面绝对成因翁啦。啊，那无是你的小时候一定是单眼皮啦啊。欢迎佩珍啊，她的 baby。Hello， 佩珍姐，大家好。好可爱。宝妹小可爱。哎，这个叫做 B 宝妹啊。宝妹。我今天介绍一个我们囡仔生囡仔啦。这个我安怎看嘛，感觉伊是囡仔，但即嘛唔知是到底是几岁啊吼。啊，生个过囡仔，过会嫁阿多啊。生一个更加囡仔，囡仔生囡仔，欢迎李佳，还有他的 baby。大家好。哇，李佳囝生生说较水，你知无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ow are you？ 伊拢讲，伊拢爸爸甲甲伊讲英语，啊，我甲伊讲公语，啊，阿公阿妈讲台语的。Hello， 你是咧创啥鬼？还要跳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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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另外，甲咱介绍的这个阿东啊，这个算这个上老生，过来台湾生七个啦。哇！阿东啊，当在台湾这里红，这原来是无简单呐哈。我们来欢迎他，玛丽莎，不是玛丽莎，卢易莎，卢易莎，卢易莎，嗨嗨，谢谢。为什么你们阿东啊名最后都一直莎，不是玛丽莎，不是好丽莎，卢易莎？最喜欢莎，最莎莎。跟洪百龙开讲一下，看恁囝无来，较无差。听讲你准备生一个囝是真辛苦吼，好像不是第一次就有，怀孕了两三次以后才有。对，怀孕了到第三次才有，而且第一次啊，有人在跟你抗议。对啊，你是安怎？生气，他生气，他想要跑，他想要走。Tyler， 我用好的甲歹，我会卡掉。Tyler，我跟你玩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Tyler， 你不要吵。Tyler， 然后我再用。Tyler， 我跟你讲 ，Tyler， 你看我的眼睛。他这样不敢看。我跟你讲，不能凶凶哦，不能说话，要不然红姑婆来了。你说点都爱看这阿斗啊怪怪。盖好，阿泰勒讲不来，我跟你讲了。男生喜欢来硬的，我就给你泰勒，我就来了。耶、yeah ！给我点点。啊，你们爱看我呢？啊，你们爱到我，我爱叫你李佳，叫婆婆。好，跟这个阿姨说话哈。所以刚刚在讲小朋友哈，你为什么你体格这么水哦啊，这么青春，这么健康？是安怎这么难掉胎呢？嘿呀，刚开始怀孕觉得，我很好怀孕呢，好像才试一次就怀孕了。才试一次。对，才正式试一次就怀孕了。嗯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大概8周吧，就流掉了。嗯。结果第二次又正式试一次，又怀孕了，觉得哇，我真是太好怀孕了。正式。对。结果后来在12周的时候又流产，又怀孕，又掉了。可是第一次我都跟大家讲哦。
第二次我就不敢跟大家讲、嗯。第二次怀孕的时候，后来第二次说连你婆婆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后来怎么知道的？后来是因为我流产之后身体真的很不舒服，在家，然后婆婆打电话来，我也都没有办法接。嗯、然后他就去逼问大哥大嫂，嗯啊、大哥大嫂就经过拷问之下，嗯、他们就讲出来说，嗯嗯、百荣又流产了。他说哈，什么叫又流产？她怀孕了吗？我李摄影棚弟弟而已，我说哎，刚结婚，其实很想要跟谁结婚呢？因为年纪也差不多，就我因阿姨的讲。你要生囡仔，你爱找我，大家好，我帮一下吼，一定会到，也没有说多大力或多小力，大家帮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爱就是不好啦。之后身体真的很不舒服，在家，然后婆婆打电话来，我也都没有办法接，然后她就去逼问大哥大嫂，啊，大哥大嫂就经过拷问之下，他们就讲出来说，百荣又流产了，她说哈，什么叫又流产？她怀孕了吗？然后才说对啊，她怀孕可是又流产，结果后来我婆婆就从万华坐车坐公车慢慢这样来看我，就把我拖去看一个戏。在那个很偏僻的戏子的地方去看一个医生，那医生就帮我把脉，中医，中医给他把脉的。那我本来就从小不太习惯吃中药，结果他就帮我把脉，之后就抓抓抓，就这样一小罐哦，拉清空啊。可是婆婆的好意，我又不好意思说不要，就去吃了。结果又隔了半年才怀到第三胎，哦，就是第三胎我就隔到半年，我们也没现在好了。对呀，因为中间有在试，然后也是没有。啊，可是到了第三胎的时候，老公就会比较冷淡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老公很怕他，如果又很高兴或是又很关心，又怕他就很干脆平常心一点。对，他就干脆没这件事情发生。嗯，结果一直到过了三个月，哦，我们才真的。松了一口气、哦，所以这三个月后，他们都安定啊，对吧？安定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危险状况？有，就到了大概四五个月的时候，就去照超音波啊，都跨到那个 baby 的头里面来，头来对啊，有一个就是。他那时候的头大概才三公分，可是他的头里面就有一个0.4公分的水泡。哎呦，在他的脑里面，对，哇，好厉害！你就是脑一个头这样，你就看到一个黑黑的在这边，很大一个，就是水泡。然后医生说这样是很有可能是唐氏症。阿斗很难过啊，然后夫妻俩就开始冤家啊，都在讲一定是领导有这款的遗传，对啊，好凶怪，而且之前又流产过，是不是表示就是基因不好啦？啊，是你们家有问题，还是我们家有问题啦？就会为了这事情不高兴。后来是那因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嘛，我们就一起祷告，祷告到后来，哎，很好的是后来的 baby 头就好了，那个水泡就消掉了，对，然后 baby 才顺利的生下来。咱来讲，阮这个佩珍这个小乖哦，他几岁啊？1岁3个月。我觉得他怎么很像洋娃娃，就细粒的哦。对呀、啊，他的伊较像我生安尼呢，就细粒的。好小的，他比一般人来讲，他比较小。其实他的生长曲线呢、啊、是标准诶，是50%。啊，不过伊的面伊的头较细粒。他的比例很好，嘛，刚刚就细，就是就是咱去买来迄个洋娃娃，很细很细的。你是跟他，哎，你生两个呀？两个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是老大，老二现在三个月。然后已经生出来了，已经本来我电话跟怀孕啊。对啊，你今天嘛才小孩呢，我就差一岁。那这样一次带两个，你会不会很辛苦？还蛮辛苦的，保姆也很辛苦。哎，现在保姆到三天，要不一个人顾，真正是累。不爱倒，不爱倒。但是哦，你嘛真熬呢。我听讲，迄个你头一胎要生无遐简单，啊，讲哦拢真歹生，拢生袂出来。啊，到尾也是因为文英阿姨的关系才成功。哦，文英阿姨去斗教的。啊！是伊翁兄，伊翁兄咧天顶咧甲你保庇。哦，真的很感谢他，因为迄阵吼我伫摄影棚拄着伊，我讲哎，刚结婚，其实很想要跟谁结婚啊？因为年纪也差不多，就文英阿姨就讲，你要生囡仔，你爱找我，大家人好，我帮一下吼，一定会到。好，我
吃了半年都没有中哦、喔，叫伊蒙到位，就摸肚子啊，伊甲你蒙巴肚，用温阿姨的手摸我的肚子。萌萌哎，也没有说多大力或多小力，但是萌姐回起来摸一下，阿姨都是萌萌啦，伊就去搞萌萌的，我都是、嗯。对啊，很厉害，给他摸过那种秋妹的屋啦、嗯。所以那时候哈，我阿姨破病时阵哦，我伊他刚好快刚好生出来，爱袂满月，我还去阿姨讲谢谢你送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孩。阿姨阵会晓听无？你去甲伊讲话的时阵，已经啊哦哦，已经往生啊！你才甲讲的，搁要再搁生一个的时阵吼，听讲你是甲胡瓜因查某囝小珍，你两个约好，讲咱第二个同齐来怀。对，想讲真的。你这无聊的呢，你要第二个同齐怀，唔就哎，因李进良甲恁翁，系啊，爱去同一个房间，就是我来讲，同齐冲啊，是讲我三班在钓什么鱼。干嘛？这种代志什么喝酒的？对啊，想说约想说坐月子有伴啦，生囡仔有伴、嗯，想说一起约生第二胎。其实我嘛是要鼓励他，因为他也想生第二个嘛。对啊，结果还没约完，讲完电话，隔三天我就发现我已经有了。那唔敢甲伊讲啊，是讲我系啊，今嘛变壮，我已经有啊，今嘛唔知伊啊有啊无？所以我每天哦、喔、都。一点个哎，早一点回家休息。想说他如果赶快有的话，我们可以弥补过来啊。时间搞不好可以控制。按了一点没消息，我巴肚了，如果所以应该来几年年嘛，小生应该几年年啊。到现在还在气我啊。你今晚算第二已经三个月啊，生出来。对。然后因小时候刚播一个超音波的照片，有啊，把它留下来，有没有？有，可以不可以借看？可以借看。可以。哎呦，哎，看得到哎，看得到哎，这是脸，对，这是手，哎，究竟台湾的细菌，哎呦，过来。生意自己镜头啊，呢？超音波照出来，这是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你看他在吃手，对不？哎呦，对哦，你的假手啊，你起码的是假手，你安娜被和一个，这是这个哦，对，他的，不是老二，不是他的，这是他的，他吃嘴给他，他都不吃，他就是一直要吸手手，他就是吸手手，这个是小的。儿子啊，这个是儿子。伊个查甫伊那面有较大咧，我大咧。啊，我两个目睭就行。哎呦，这是你老二还是老大的时候？这是怀老二的时候。哎呦，这个多性感呢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妈妈最性感。瘦的，有啦，大腿有较膨淡薄。然后这个奶子还那么大。啊，那时候已经怀孕，开始胀了、啊，开始胀起来啊，带 B 宝妹去游泳啊。你怀孕还能游泳啊？那怀孕的时候还可以抱小孩、啊，百无禁忌啊。嗯其实爱情嘛，是他们打给婆婆这回去啊。是啊，对啊，所以你拍了两张，跟杂志社合作两张那个清凉照片是拄啊看到的。不是，那是我出去耍的，我杂志拍的有另外的。我够老啦，然后你个看。嘿，大巴肚吼，这拢会变乌乌一条嘞。啊，那个肚子太，然后你看，那肚子呢，肚仔膨起来，我看像章鱼哥的嘴了。请问你，你要不要预测一下？西班牙赢了。哦，我告诉你，在各位去。嗯，肚子，肥杂波的肚子。然后为什么巴肚多个乌一坑？乌一坑？怎么会有这样的衣服？没有，上下两节啦。上面穿黑色的短裤，上面穿黑色背心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啊、很像一颗太阳照耀着我的老公跟小孩，我觉得好棒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好棒，我觉得这样比什么都对呀、啊，都性感，对呀、啊。那现在退掉了没有那一条？拇指线差不多爱半年，那個、叫拇指线，爱聊哦，不都爱聊？没呢，起码两个拢无聊，无聊，啊，不过有安尼零零。哦，所以要靠做运动啊，穿塑身衣来慢慢恢复弹性。有用，请塑身衣就好哎、啊，真的、啊，请塑身衣。我刚刚我刚生出来的时候啊，皮也是都松松的、啊，但是他把它包覆哈、喔，阿贵的那个皮肤它就会慢慢的恢复。你有起布丁吗？有啊，我喂了大概三个多月。有，因为你们的母奶很多人看着都想喝嘞。那个奶瓶不错。我奶瓶的形状。那个时候刚怀孕的时候，那个刚生出来的时候，我挤奶挤不出来啊，我的那个奶水很少。然后哥哥去做那个坐月子中心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我讲说，一定要去
通那个乳腺，压啊，因为咱家己吃，咱唔敢吃，因为会疼，你知道不？所以我都让它变很硬很硬啊。那后来他们就请了一个美容师，就专门在按胸部，他就进来就戴手套，好啊，我想讲伊要从下，叫我把衫顶管弄来烫更高，让他帮你压，就他帮我压，好疼，压很痛，真的是，我现在才知道别人的奶会飙泪，啊，你唔要叫恁翁来看，你叫恁翁来看叫我带，我说疼，他就这样压，就一压压了大概有没有十几分钟？那个开始就喷出来了，就像那泉水这样喷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哇，怎么这么多？”他说：“你有奶，你有奶啊！”我说：“我没有奶。”我本来你以为你没有，对，我本来我没有奶。然后那个护士是说：“要不然就是那个，因为小朋友的吸力啊比较小，不够，对啊，所以要你要叫你老公帮你吸。”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，我打电话我说：“哎，护士说哈，那个大人的那个吸力比较强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我十分钟就到。”想吸的。我十分钟就到了，一般人他是想帮你，还是想吸，还是想帮他儿子？我觉得他应该是想吸。一般人男生都不跟他讲母奶啊。没有，他一直很想要试，他不是，他就是说他想要，他想知道味道到底什么。对，然后后来吸完了，他怎么说？没有，我没有让他吸啊，我就说不要，我只是说护士说要可以这样子帮忙，是哦。但是我觉得这样吸很奇怪吧？可是真的，你可以一颗给老公，一颗给儿子，一颗给小孩，就把这两位。会啦，我拢会切到我人啉。你就接个，你那着接，你就叫伊直接啉就好，那就我接互你。啊，妹妹要啉啊，啊我着接。哎，你会啉会较巧克力颜色。咖啡牛奶。咖啡牛奶。然后你甲恁婆婆吼，迄阵打大作的时阵吼，听讲你拢无啥物禁忌，讲有一摆有新的时阵，啊加刀杀来就加吼。哎，有新的时阵袂使夹加刀，敢毋是？啊，无有啊，我无你新年，我是安尼。你婆婆无惊一个，伊就来楼顶嘛吼。啊，我唔知伊是安怎吼，啊，我特别较加嘛吼。嗯。啊，伊看我讲，啊你那卡呢吼？哎，我较无啥晓讲代志啊吼。啊，伊讲我着小可听无。啊，伊落来楼，甲电话，阮翁叫阮翁甲紧转来吼。你问我底夹得吼？嗯。啊，阮翁转来，阮翁讲，吼，啊，迄夹得你卖加呢？我讲，到底是安那是安那不使加？你甲我讲啊。嗯。伊讲诶。妈妈讲吼，你未使教，啊那无囡仔有安怎有安怎啦？我讲啊，胎神啦，听讲是讲，迄个囡仔的胎神有时啊会咧动，有时咧塞，有时咧面床，有时咧枕头，有时咧椅啊，唔知咧倒伊唔知影。啊，迄阵你也多甲加落吼，多甲加着伊。啊，囡仔有时啊讲，那生出来吼，有时啊加着嘴就是会起嘴呀。嗯。啊，加着遮着倒伊啊，加着耳啊拢会。啊，我囡仔就无啊。哦，啊，所以你有加着，你有加着，但是我。系啊，我都加，我都袂啊，平时我嘛敢无。啊！伊转来，房间刷来刷去吼，啊，转来讲，吼，这种查某人吼，起码搁刷房间啊吼，面床袂使刷啦，啊，都无安怎啊？啊，我囡仔拢七个月生出来嘛，嗯，吼，啊，囡仔七个月生出来吼，啊，你那七个月就是啊，不是九个月才生。我姐哩，双生啊是六个月生出来嘛，哦，双胞胎，但是拢不足月呢，六个月生出来，拢无足月呢，哎呀，啊，多几个月啊，哦，哎呀。啊，这你是七个月生出来，两个是八个月，啊，细汉那是九个月生出来。哦，哎哎，你咧生囝，敢那咧生两个？嘿呀！啊，第四个的时阵吼，听讲你要生的时阵，一直想要放尿，啊，护士叫你卖去放。护士叫我卖去便所。哎，啊，就是这节哩嘛。嘿，这节哩，这个，这个，伊即马十八岁嘛。哦，伊十八岁啊。哎呀，伊已经十八岁。嘿。啊，我是要去便所，医生讲，护士讲，买去便所，我讲我想要放尿嘛，吼，伊讲，安尼便所的门进出来啊，啊，我就要切嘛，吼，啊，我碰，哦，安那碰，敢那有毛嘛，吼，摸到头啊，已经生出来了，毛毛一零下下来嘛，所以医生真厉害，想你入去伤久啊，啊，我是安尼跪跪啊，啊，讲有一个查某嘛，吼，啊，我是安尼少年啊，看少年啊，吼，啊，伊翁抓你入来，啊，我看安尼，我讲，啊，这是恁阿公、老公。伊讲，嘿啊，我来讲安尼，啊，你查某个安，哎呦，我讲，啊，你生第几？生第二。我讲，哎呦，我是安那，生第二。啊，我讲医生歹势吼，我感觉伊要生啊。医生讲，啥物伊要生啊？你先去楼顶，我去楼顶。啊，你将来要结婚嘛吼？哦。囡仔会大家较悬。嘿。啊，医生讲，哎呦，安那阿袂忙，医生讲。啊！看你大安尼啊，个毛医生讲假安尼，我讲医生起码话要结工，稍等你，未使切很多啦。嗯，打掉出来。我讲安尼咩啦？我卡安尼啊，囡仔放出来。你意思讲你等一下囡仔就不觉得出来？啊，就假演过啊，就囡仔。
装出来啊你。医生讲，哦，啊，早一点仔囡仔跋倒，你面子安尼落落去。啊，医生讲，哦，啊，你哪敢那骨钢管啊你吼？啊，迄查某啊未生啊吼，我一定生出来吼，我落来楼骹行嘛吼。医生讲我卖行啊你吼，吼爱慢慢啊行，转来住吼。我谢仙姑，啊，人咱台湾查某拢嘛一个月满月才在谢仙姑呢，啊，无，我一定爱洗啊，啊，你等下厝下就甲洗仙姑啊，哎呀，我就谢仙姑啊，吼，哈，啊，阮大家来吼，哦，较紧搁甲电话员人，哎呦，恁有无搁谢仙姑啊呢，啊，未使洗，啊，我是安那未使洗，啊，搁甲我讲，脱掉你面子，我讲。你即摆甲我讲，我爱倒伫你面前了。啊，你把我摆倒啊！哈，我即摆伸出来啊，我就唔是半面嘛。你若会当甲我讲倒了，哈，所以人是爱倒咧面前的做过来做一个月。你是伸出来，恁大家叫你倒，你袂去给他扩张啊？啊，我就洗倒啊，我先生骨洗好啊，啊洗倒啊安尼啊。伊感觉伊都好洗好洗，对啊，他觉得他不是生病。你即摆会变啊腰酸无？袂啊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啊，你所有囡仔拢成台湾人，还是成你的型？哎呦，你规定看起来像台湾人，你有七个拢条，拢白啦。哎呀，你唔照人生尔，你拢也无种，无传着你。啊，这嘛台湾的啊，这嘛白苍苍，就是台湾。啊，这嘛白苍苍。哎呀，你哎，咱内拢无半个生理的。嘿啊，有啊，这样有啊，白酒啊，我白酒生歪啦。啊，不过内无一个生乌的。啊，我若知，我是甲你讲吼，我红的灰吼。亲家做，啊，无可能是你是白，啊，你是那乌的啊。啊，那我行你路嘛哈，较早我囡仔细汉啊嘛，我行你路嘛，啊，大家拢在只啊你看嘛，啊，我是安尼足奇怪，人来你看啊，干，诶，小姐，我顺便问你吼，哎，你是用车哟？我讲哈，用车要怎啊？啊，我顺便问你吼，你谁的囡仔？我讲我的啊，啊是安那囡仔的爸母啊，爸的爸母。好，诶，安尼真正从看做是请来哦，哎，你请来，等伊请来，啊，无那。你带恁头家娘的白长衫，啊！你讲我说说，敢有可能说啊？啊有一天我去赛事啊，回来嘛吼，能伊赛事啊，不是赛事啊，去赛事啊，去赛事啊，回来吼，啊姐你爱嘛吼，啊姐你食啦，你我是安尼搞个安尼啊，随便食啦，你啊我拿你提出来嘛吼，啊我讲我食啊，我给阿你落啊赛事啊，啊姐你就哇，你看迄乌人。哦，那时候就在月子中心，人家就来帮我就是做生意嘛。然后就那个又是拉链，又是扣子，又是绳子的哦。然后他们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先进，就是尿尿的地方，你只要把它松一下就可以这样拉到后面，你就可以尿尿了。可是你知道，就紧急的时候哦，紧张手越抖，然后越勾不出来，就整个拿下去。对，因为。就来不及，是穿有号码锁的那一种。去赛事啊，回来嘛吼，能伊赛事啊，不是赛事啊，去赛事啊，去赛事啊，回来吼，啊姐你爱嘛吼，啊姐你食啦，你我是安尼搞个安尼啊，随便食啦，你啊我拿你提出来嘛吼，啊我讲我食啊我给阿你落啊赛事啊，啊姐你就哇你看迄乌人个好姐你白人囡仔食个啦，乌人个白人囡仔食恁啦。啊，古人个嘛，饲恁，我嘛是抱咧看饲，啊，人哪行哪饲恁啦。哎，你哭，我嘛无都。安那佩珍吼，你生第一胎的时阵坐月子吼，是安那讲，迄个，恁阿公不爱让你啉鱼啊汤哦？为什么？无，就是我那时候，因为我觉得奶水无够嘛，我就一直讲要擦要啉鱼啊汤。啊，你美国你怎样的鱼啊都无清啊？因为你真的要抓活鱼，真正无像台湾这方便。美国那么冷冻哎，无设备啊，所以我一直 complain 讲，哎呦，怎么都没有鱼可以鱼汤可以喝，害我奶不够这样子。然后我就一直在抱怨这件事，所以我就去搞我医生导，讲。我奶水无够，我感觉一定是我无啉鱼啊汤。结果那个医生就讲无这件代志啊。台湾甲美国差足侪，台湾若做月来讲袂使食冰的，袂使食凉的，爱食麻油鸡。啊，那美国咧做月来，可你一杯冰的牛奶。冰水。冰淇淋，我姐姐是生完第二天就吃。我一生完没多久，就是排气了哦，因上来一餐嘛是。
冰的冰的鲜奶啊，啊个果冻啊，让伊妈喝水喝水的。然后你讲嘛，坐月子中心吗？那所以跟我第二胎，我很坚持，我得爱去坐月子中心。那其实台湾来的 Vigo， Vigo 有坐月子中心哦，台湾真的，因为我讲足高级的，噶不是？系啊，跟他都在北中啊。收费比台湾较贵啊，较少。其实差不多，弄真的，嗯，上面显的就夸张。好，我来看看那些照片，而且安尼好像别墅。哎呦，真的真的，哎，环境很好呢。豪宅，系啊，在山上啊。里面都来对，里面也很好。哎呦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台湾应该是经济，那拢一般大楼。而且它在山上，空气很好，景色很漂亮。是，我第四天就出去散步，啊，够我够房间冇？我是住喺总统套房诶啊！哇，哎，这一个总统套房呢，啊，一刚爱，唔系一个月爱偌济？一个月5000块美金，其实差不多15万嘛。15万，那你一刚一天也才5000块呢？台湾好的一个月要10000，一天要10000块。对，你大病院然后病床一天就拢爱5000块啊。对。啊，然后恁翁吼，讲安尼足体贴的啦吼，你的生了第二胎以后，他都会什么送你什么大礼物啊？哦，没有，他是说一胎一个礼物啦。嗯。所以我生 B 宝妹时阵吼，就送我一个铂金包啦。哎呦，送我一个铂金包。颜色好漂亮哦。这是25公分的呀。对，25公分的。啊，漂亮呢。啊，漂亮漂亮。啊，这个这个的给我，因为我就爱背包包的嘛，我是用一个月用一下，我就会。就是卖掉，去卖。一共现在不能卖，这以后要留给 B 宝妹。所以呢，这个你的啦。你不要抖了，就。哇哇，来来来 ，B 宝妹来，好漂亮，我是小帅，小帅，就当来耶，你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，好棒。然后生第二胎他本来要买铂金包，我老公铂金包有一个就好了，我要别的。嘿，结果他就买给我这一个红钻。哇，红宝跟红钻，那这叫贵安呢？哎呀，红宝白钻红钻，这要多少钱？多万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要多少？99啦，三四十。哇，那算便宜哦。对，对啊，我就说哇，这个好像有点成熟哎。然后我老公都说，先生你是爱挂这一下老气。然后我就哎呀，算很开心。那个听说你的婆婆也包了个大红包来，不是？对啊，我婆婆真的对我真的没话讲，真正有够好哎。我生完第一胎，她就10000美金。生完第二胎就20000美金，1000块就3万了，第三胎就3万了，第三胎可能3万美金，对，第四胎可能6万美金，就 double 上去。你说男女还是有别女，爱真的是乖乖，真的乖乖，真的男生真的好皮哦。来贾奶奶，贾奶奶来哺乳哺乳，好吧，希望现场喂给大家看。来来来，贾奶奶好不好？吃奶奶，吃奶奶，他一直要呼吃奶奶，吃奶奶。他有嫌弃的表情，他有嫌弃的表情，哎，我这个叫做奶精，奶精，奶精要靠咖啡啊，哎，那百荣又不一样，你说。那就咱你的婆婆拢是住台湾，因为恁婆婆就搞住诶，系啊，伊搞住食，所以恁去月子中心咧，物件伊无改，伊就会担心说吃不够，奶水不够。因为呢，因为我们第一次，我们月子餐是有分第一周吃什么，第二周吃什么，第三周。他第一天来看了以后，哈，怎么就都是汤汤水水，好像那肉呢，怎么没有吃到鱼肉啊，或是什么的？于是有没有麻油鸡？没有，那是到第三周。哦。然后所以他就觉得怎么都没有肉可以吃，他就自己回去煮一锅鱼汤，然后就带来医院哦。结果我们，你知道月子中心老板娘啊，她本来就知道婆婆妈妈都会很担心，都会这样，所以她还先交代说，如果婆婆他们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吃，你们都不要吃，都不要吃，因为伊是到医生有配合，叫我安尼对身体会才好这样子。啊，可是婆婆在你旁边看着你，你不能不吃，那也当不吃，对不对？就喝。结果你知道那个月子中心老板娘就刚好要来看我，就马上来到门口，你知道我都吓到，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一个装鱼汤的就塞到床底下，就他还是看到啊，他说啊，你是以为是鸵鸟吗？你自己没看到我，别人就看不到。我一进门就看到床底下走黑嘞，阿姨都跟我婆婆讲啊，就把我婆婆拉到外面啊。
啊，就解释给他听说，叫他不要担心啊，他们的餐是有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我看到我婆婆就听完就，哦，真的哦，哇，你们很棒哦，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那个老板娘走了，她进来就说，我明天再带鱼汤来给你喝。对，你婆婆会很笑。对，因为你婆婆袂去甲人，哎呦，安怎袂去甲人安着？哎，然后那个你生完小孩以后。据说就问题就比较多，是什么问题啊？生完小孩，因为一开始就是比较……听说你自己啊，常会情绪不稳定啊。因为哈，回到家，公公看到你，阿公看到你囝，你就崩溃大哭。没有，因为哈，我太早出来工作了，因为我那当中就是怕无聊，然后许光坐月子其实也还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工作。可是因为在坐月子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会体力会比较不好，会比较容易累。还在恢复。那时候我坐一个月之后，我就开始去露营啊，我一天露两场，然后回家就看回家，因为我更给爱哥，嘿，爱哥家己带囡仔，我门一打开，看到我儿子，我开始痛哭了，哈哈，又要再因为你工作很累回去，啊，你爱哥带囡仔，啊，恁翁未甲你倒出来吗？有，他有帮忙，他帮我很多，但是因为晚上他起来根本没有用啊，有什么我要帮忙吗？啊，奶就在我身上啊，对啊，奶，然后我就没办法，晚上就还是我要起来喂他。但那为什么一些孕妇都会这样？佩珍也说生完了又忧郁症，我嘛产后忧郁症，我一直唔知影迄叫产后忧郁症。为什么？因为本来人好好，无代表是直哭啊，看到什么就哭。嗯，那时候他。没哭，我嘛哭，我也在哭，他哭我也哭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就不能控制。我跟你讲，小事小到哈，譬如说温安的洗碗，我就开始哭。为什么？我感觉伊是医生来当回家洗碗，我这新妇要安那做诶，我这太太安那做诶，那我叫诶，你好奇怪，应该看温安的洗碗，我真欢喜。哎呦，伊搞我洗碗，对呀，对呀，平常是这样啊。对啊。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他好可怜哦，他怎么在这边洗碗？然后他如果譬如说帮他洗澡，我马开始烤。为什么？我想说完了，也是不是假的罪？像那个水，他会吃到水，你会很多担心。哎，这是现代人，古早当像恁的年代，一摆生七个，阮母一摆生十个，敢那做工课带囡仔都袂赴啊，那我就记时间过去他的忧郁症。然后百荣，你那个时候不是说，有新的时阵，甲生完，说重21公斤，就是怀孕整个过程胖了21公斤。你阵的照片看一下，嘿呀，哎，这是还生完了以后的，哎，安尼哦，也还是漂亮啊，生也是漂亮，面比较大个，嘿呀，就是生完了大概一两个月，还这么，那阵是因为听讲你足熬食，嘿，足熬食，讲吃的很夸张，你吃什么？我从眼睛早上睁开到晚上睡觉一直吃，我听讲一天食50粒的水饺。对呀，有一次，那时候太恐怖了吧？那时候我就超迷周胖子饺子馆，然后有一次，我先就从外面打电话来给我说，他要买冷冻水，冷冻的回来，然后就问我说要买几颗，是20颗呢，还是30颗？就我说好，你等一下，然后就去把我们家冷冻库打开看一看。应该大概可以放个150颗吧，你就买150颗回来好了。就吃完了。对，因为我那3天就吃完了，150颗我3天就吃完了。因为我就是我每天在家没事，就是煮饺子吃饺子，煮饺子吃饺子。然后你为了减肥有没有受了什么苦？因为我有一次去我那个婆婆家啊，看到他们家的那个佣人在喝从印尼来的减肥茶，说很有用，太太真的很有用。你不真在你后背家？对啊，我就吃啊。我喝完第二天去带我儿子去动物园哦，我真的每一个厕所动物园，全这动物园的厕所我都上。要晒，要晒，还加了番泻叶。真的哦，那个。啊不，为了你们穿塑身衣吗？算塑身衣，说出糗事哦。那时候就在月子中心，人家就来帮我，就是做塑身衣嘛。然后就那个又是拉链，又是扣子，又是绳子的哦。然后他们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先进，就是尿尿的地方，你只要把它松一下，就可以有这样拉到后面，你就可以尿尿了。可是你知道，就紧急的时候哦，你怎么拉都拉不起来，就整个尿下去。对，因为。就来不及，你是穿有号码锁的那一种，就在开锁，越紧张手越抖，然后越勾不出来，你知道这种啦。哎，这个锅仔有一句成语，讲塞进都得靠头发细干。对啊，没错，这样子。对啊。哎，你这样，像你，我刚刚是说你真的生完孩子以后比较漂亮，比较有那个女人的韵味。
对，我觉得真的，而且整个感觉，尤其你给他头发这样子哈，然后衣服又穿这样，我觉得真的是圆润啊。他之前好瘦啊，对，我之前觉得很性感，我觉得你今天是性感的，谢谢。但是老公现在会更爱喜欢找你，还是他更会想要，而且他也想要再生第二个。但是有一次你说啊，你不想那么快，你想要休息一阵子，停机，让他不高兴。哇，因为刚刚。就是我婆婆嘛，其实刚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她就很想要，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婆婆出来就想要，因为她已经忍了好几个月了，至少要停六个礼拜到八个礼拜。那时候我到了两个月的时候，我还是会不舒服嘛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说，那时候媒体就问我嘛。然后结果媒体就写了，因为我想说讲中文，他听那个中文他看不懂。结果媒体写做大力 DIY， 啊，做 DIY 啊，伊就打电话讲什么 DIY 啊，我就跟他老实说，阿姨的媒体就讲你要自己 DIY 啊，阿姨的他就说啊，你怎么把这个事情跟媒体说这样子？对，他觉得这个很私密的事，他就觉得因为外国人对私密的事很在意，对，而且是尤其是讲他的事情这样。哎，阿姨不公。就古早呢，配小兰咧大巴肚的时阵哦，对因翁足好个哦，讲啊，你若呢有咧想啊，我无法度啊，提钱给因翁出去开。啊，你老公会不会觉得说需要？我们怀孕一直到七个月、八个月都还在做那个事情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因为前几个月因为跨北出来，所以就没感觉嘛。那到最后的时候就。有一次他就忘记我怀孕，就很用力操你，变鬼啊！对，所以他的姿势很多。就换一个，哎呦，那巴肚较大个呢，就熊熊袂记个。哎，然后鞋子放掉。哎，就安尼哦，你若一个囡仔足高追，只那若规定是恁两个无出来哦，恁两个都生出来，歪歪歪，你就昏倒了。对。所以你现在生两个了。那听说你跟老公说要结扎，叫他结扎。因为我觉得哈，如果那个避孕还是有风险，所以我感觉结扎上紧啊，他袂不小心又再生一个。结扎不？系啊，所以哦，安尼我觉得可以的。啊，你老公公不爱啊？老公不爱。伊讲啊，伊为什么讲？伊讲会疼。啊？他自己是泌尿科医师哦，伊大刚刚帮别人结扎啊，大概人讲，哎呦，结扎会不会痛？他说不会，怎么会痛？大家拢讲不会痛，啊，你哥哥嘛是何医师，反正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是给他结扎的，伊拢人讲没疼。结果我问伊讲，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结扎？伊讲会疼，说你气不气？他因为怕痛。你叫他给别人结扎，叫别人帮的，他自己能自己做吗？没法度啊，因为要上麻药什么，那个姿势没有办法。也看不到。不会再去 DIY 啊 ，DIY。所以讲男生都有黑。个迷失啦，一嘛唔惊，不好意思给人家看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等于也是要麻药，也是要上那些工具什么的，所以你的医生好朋友会看到，啊，护士小姐会看到，就拍摄红看。哎呀，所以等下继续，等下你咧健后搁再生嘛，不要紧啦。你家你生两个搁较顺，我起码刚刚讲，休息个两年看看有没有，对，再考虑看看。也许自然的无啊，对啊，也许这你的运命啦。啊，像你这高生啊，那高生要是安怎七个就自然无啊？为什么？啊，我就要生啊，就生啊。啊，七个以后你是安怎？是自然的袂生啊，还是？我用拔的。啊，你有绑过？哎，啊，若无，佫要佫有生啊，就无个啦。绑你家己，你无叫恁翁绑。我意思，我生出来弟弟啊，哈。嘿。弟弟生出来，啊，我翁伊难飞嘛。嘿。哈。啊，我讲话要绑个嘛，哈，是生出来是绑个。哎，你难飞拢足敖生个哦。我伫台湾，我翁，你难飞啊，转来台湾。哦。哈。啊，我佮医生讲，我袂佫生啊，一定生得七个。嗯。哈，啊，医生讲。啊！你搁会使搁生啊！你会使搁生足细。我讲我无爱啊，我要白个。拄啊好，阮翁找夫人去转来台湾，吼！我叫阮翁，你吃物啊，吼！你爱吃物啊，吼！我无爱搁生啊。阮翁无爱吃物啊呢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啊！我若知，我讲你若无爱吃物啊，吼！吼，好啊！你家己白，吼！对啊。看卖你卖啊！吼！诶，医生讲爱等搁几工嘛，吼！我讲。起码拄啊生出来吼，一届疼，无爱两届。对啦，你我即摆生出来，你搁叫我搁等两礼拜啊，出一届疼嘛。啊，买啊嘞，买啊。有啊，啊，阮翁看我安尼吼，啊，就签嘛，啊，若无欢喜啊，无欢喜啊，你白啊。嗯，哦。对啊。
所以你嘛足好诶，伊嘛真好诶，顾翁呢。一般照讲是叫恁翁爸啦，人你真顾。哎，严格，严格爸，伊嘛叫。所以一定爱吃面啊，你严格爸，你爱吃面啊。我问你吼，阮台湾有一种抓捉游戏，比如讲囡仔放喺中，小朋友放中，啊，放侪物件，互伊摕到家刀，哦，就是后摆要做裁缝诶；摕到算盘，就是后摆要做会计。吼、哦，啊，摕到迄个注射筒，就是后摆要做医生的。你那边有安尼无？无安尼哦。无。你捌看过无？捌看过人做无？啊，我唔捌看过啊。唔看，现场互你看，现场互你看。我家己知影吼，我一个后生吼，我家己知影，伊想要做医生，就是较早伊是足爱买。完全是弄医生的，啊！你细汉啊是要做警察员，是细汉啊就是要升迁，伊一定十三岁啊，嘛是同款是要升迁，吼！啊，所以这里要做警察，啊，这里是唱歌较大声吼，查某囡仔吼，啊，伊的唱歌足悬嘛吼，啊，你听无？你少年啊，你听无？所以你内底囡仔一个想要做医生，一个做警察，一个要做唱歌的，啊，我拢知影，啊，搁这里我知影，这里是。做年轻啊吼，是要做食的物件。哎，我看你唔通搁讲，我从未即个。伊今仔买我一个保鲜包啦，伊即马来水吼，破了我的保鲜包。哎呦，啊火车什么意思？火车什么意思？运输业啦。运输啊，会使，伊拄啊摕鸡吼，去卖鸡吧，啊再用迄贵文文哦，拉嘛咧。那这个有声没？这样就拍电哦。人家要做医生啊？对啊。吓到！吓到！哎，我看你唔能够讲，我从来只见过。今麦买我一个保鲜包啦，你今麦来水吼，买我一个保鲜包。你家的先生啊，哎呦，啊，最笨的，最笨的，哦，哎，这个查某公看到，安尼阿因囝无顾着，进来抢一卡，伊是摕水，伊摕水来擦，水就往里面，来摕卫生纸，真正先来擦一下，这边，小心。好来来，哎，无啦，摕，无用因囝这条，该抢来去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等下，好，没关系，小心。我该去一个楼啊，唔免搁摕啊啦，免搁摕来啊。啊，会，伊会顾物件呢，哎，伊家个瓜子会顾呢，你看，拍他，拍他，他生气，他生气嘞。拍他，哎，你看，我过来看，你看，看，哎，生气了，包包拿回来。真的包不爽啊，不爽！包拿走，在马尼那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。你捶卡来，捶卡嘿，好，麦有不高兴，我管好伊就好啊，你别想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谢谢，回来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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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所以吼，抓一个囡仔，我感觉足伟大呢。人讲囡仔吼，唔是屎就是尿，唔是哭就是笑。嘿呀，囡仔一针一针。你个人是希望他未来当什么？我希望啊，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哎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小孩，就是希望他快乐就好了啦。现在他这样就不爽了，还快乐嘞？爽。哎，你太乐，你希望你做啥？我希望也是快乐就好，但是不要当歌手或是演艺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伤心苦啊。阿英爸爸嘛无希望，我希望他当商人。商人，对，商人另外要当一个能赚钱的商人。那当然。来，先看他能不能当商人，先给他抓周，先给他抓周。啊，拍了没？拍了没？拍了没？拿哪一个？哎，坐下。拿什么？哎，哇！拍了，先做医生。好，可以再来，可以再来。还有这个医生还有音乐天赋。哦，不错不错。音乐天赋，啊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我们家人也受不了，你别挂叫呢，你别加钱，哇，一辈子不愁吃穿呢，可爱哦，我们家人要冲出去了，来来来，给他来，给他来，给他来，啊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可以拿开了，来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他可不可以自己拿？你卖个破工爱啥？哎，你要什么？给你拿，自己拿。哦，非常的感谢医生，啊，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，爸爸一样，还有喜欢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别的还有什么？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。
这一个，再给你，给你。哇，哎呦，好极端哦！这是什么？好极端哦！打棒球，好极端的两个。我跟你讲，运动员，我们自己在家里，他就是拿棒球。是哦。对。哦，好。他起码跟腿这些球棒。不是，他这个又可以当运动员，又当医生，也可以说当医生又喜欢运动。对。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，好，再拿一个，把这个先给我。啊！跳啊跳啊！这个吗？这个好？这个吗？不要，就是那这些爱保钓，是爱卖香肠。好，你要洗不啦？洗不啦？好玩呢。哦，好，那这个呢？这个跟爸爸一样，跟爸爸一样，爸爸一样，跟爸爸一样。啊，看，你看给妈妈看看，看看妈妈哪里，看后摆多一颗的。你卡住我过来看也一颗。啊，火车什么意思？火车什么意思？运输业啦，运输啊，会使啦，伊拄好摕鸡吼，去卖鸡吧，啊再用迄退运运互人安尼。也好啦，这只鸡食有够歹，好无？啊，做咱只鸡才歹着，哎，咱这个有性命，声就歹听哟。这医生，这要做医生啦。对啊，啊做医生啊，多锻炼。哎呦，各位朋友啊，你看，高一啦来甲阮食，我本来一间水瓦瓦，哎，木甲阿天啊做咧，昨天做豆腐，因为这个，你看这间啦，因为这间有像如梦境的这间的，哦，你讲特写这个口罩，哦，饼干啦，玩具啦，柳竹啊啦，哎呦，都在柳竹啊啦，扣了五斤，扣了五斤，现在扣了五斤，啊，妈妈们真的很辛苦哈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真的好伟大哈！我们的恭喜完，恭喜祝福这两个小宝宝哈，未来前途无可限量。那准备做医生还做哦，就站做大白哦啊，然后偶尔再泡多这水哈，你看那是卖保教的饿了，这边都饿了。好，祝福你们大家都圆满。